我好高兴咧，请到富豪保龄球第五本地公开赛嘅冠军朱业接受我哋访问嘅。咁啊，朱业，我想问局咧，即系第十二局咧，咁咧你又输俾阿 Tony Wong 咧，就系五十几支嘅。咁后屘咧，你咧就追翻上去啦，即系 level 啊。我想只要打一格，咁咧，但系我想睇下你当时你嘅心情同埋你点能够可以个距离成五十几支都谂住可以追上去咁样咧？其实都喺最尾嗰盘嘅时候咧，个心都系有咁多打咁多，即系其实知道都要 high game 先有机会会追到嘅，因为其实 Tony 十一盘都打到高分嘅，咁嗰盘尽打咯，点知其实翻欧个 result 最终系可能就系 tie 咗嘅，咁好开心。咁知道哦，呢、這個都係一個機會嚟嘅。跟住之後，咪話仲要打多一格嘅。其實嗰一格，個心諗，即係一格過嘅嘢，其實咩事都會發生咯。但係最估唔到就係 Tony 打五支喎。咁所以其實我輕輕鬆鬆打九支就可以top seed 咁樣，所以都幾好彩，所以好高興嘅。咁我又想問你咧，咁咧頭先阿 Michael Chan 咧就之前打鋪298咁樣就進級。挑戰你嘅，你有冇心諗住咧？佢打到二九八，唉死啦！會好高分咧？咁你懷住咩心情去到迎接呢個對手咧？其實我都有睇到 Michael 打二九八嗰盤嘅，咁其實我又唔擔心咯，真係一盤還一盤咯。咁又轉咗拎咧，咁個 condition 唔同咗，心情都唔同咗，咁我都係盡打咯。咁發揮得好，自然有冠軍啦。我相信係。咁我再一次恭喜你啦！我想請睇下你有咩感受啦。今次贏咗個冠軍。其實今次真的估不到會贏的，因為其實香港隊的人也都有，雖然我說有十支洋棍每盤，但其實現在的青年軍真的很難打咯，其實都是打經驗咯，即總之永遠都是盡攞編數，自然是冠亞季，自然到時會見到咯。最後一次恭喜你，恭喜你。